校的那个轨道科的名字叫轨道车辆。那现在已经是一年级了吗？已经二年级了。对，现在目前校龄四个班了。一年级两个班。那你一个班是抓几个班还是？教育部规定只能十个班。哦，这两个班基本上都是满招的，对，基本上。那因为这比较特殊的啦，对，这些从嘉义啊、台中上来的啦。那真的是学生是对这个有兴趣，因为基本上只要你这个算是科系算是比较明确的方向嘛，对，所以你学生来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应该是跟他的就业已经有的至少是七八成的那个至少意愿是，对，他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意愿强啊，对，我们这个这种才有用嘛，对啊，所以说我们人行来讲没有，这种的没有哈，这种内科的一定要意愿强，对啊，第二个职业要有，好，毕竟这是。公共的这一个运输，所以说这个部分在这里，我们学校是有要求，比如说啊，你要业务啦，技能，还有你的这个认知上面，要有那种观念，就好像食品业，你有食品的观念，对，那你做这一个，你要有安全的观念，对，安全的观念，那这些都是有没有潜在课程？对对，其实最主要是他的态度 OK， 维修这些车辆就 OK， 学习态度才有 OK。对，还有他的数理也要 OK。对，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很多机械的东西什么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如果说是在外面招生的啊，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个数学那一块至少要比加要中上啊，你的自然也要没有比加什么之类的。哎，可是现在你们的招生的分数基本上在你们学校来讲算中上。就是再来数字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考取的分数，其实现在已经十年了，你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相对来讲，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有比例什么可以增分的？不一样，12年国教其实。